共变成人。咱们去哪儿啊？我都准备好了，小爷又让你们开开眼啊，看看我们普城人民的童年是怎么过。那等着你的惊喜了。现在最后一个问题，怎么叫他出来啊？你该不会是根本没想过吧？哎呦，怎么可能呢？我是真没想。不是，哎呀，求求你了，小玲老师，帮我想一个呗。求你了。哎，干什么呢？怎么都不进来？哦，我们等他，他有话跟你说。嗯。那个，建爷，我有话要对你说，但是只能去普城商场说。建爷，我拿个包。看你，这才是兄弟。你准备惊喜在哪儿啊？我记得就在前面啊。哎，这儿呢。不会是我想的那个吧？干嘛呢？噔噔噔噔！建业，这就是我对你说的话。审卷，实习岁最后一天，快乐！怎么样？你这礼物啊，惊不惊喜？意不意外？惊喜不意外。王一阳，你今年多大了？咱不是说好要给审卷准备未成年的判断吗？这玩意儿多快嘛！建爷，坐车下车啊！来吧，建爷，坐车。我不坐啊，丢人。我也不坐，我以后还不省混的。建爷，不坐他。你也太失败了吧你！坐吧，人家王一阳准备的还行啊，这不挺好的吗？不是好什么，我腿都是。给你俩拍一个啊，沈娟。没想到你也有今天啊！这视频我得珍藏起来，等你头发白了再发给你。那你要记住你自己说话啊。那你笑一笑啊。你坐下吧，你。不要在这儿，坐下就逃过去，不可能。我宣布，第一届建爷竞速杯现在开始，赛场总共一圈，最后一个人叫第一名，一个学期的爸爸。三、五、二。拜拜！哎呀，你太有趣了！你给我耍赖是吧？不是说不玩吗？啊，这不今天挺诚实的吗？你耍赖跑那么快？哎呀哎呀，怎么回事？跑不了了！记着，掉了，输了的叫什么啊？别忘了，掉了！一学期啊！哎呀！王一阳耍赖是吧？
啊。我觉得你挺喜欢王一阳的礼物的呀，从来没看见你这么开心过，除了……除了什么？就从来没见过。合着我以前的脸就特别臭是吧？啊，不然你以为开学大家干嘛那么怕你啊？嗯。其实我本来挺羡慕现在的你的，觉得终于成年了，可以自己选去哪儿上学，和谁做朋友。还有一家自己的店，特别酷。不过今天我觉得，好像还是小时候的沈娟更自在一些，可以无忧无虑的，有人关心她、保护她，而且还爱笑，笑起来还有俩梨窝。你见过我小时候的样子？我都不记得我小时候什么样子了。我没见过。我看你今天的样子，想象的。反正我就是希望以后你每年的生日，都能像今天这么开心。那你的礼物呢？能让我开心吗？林星，过来，快点！你看，粉色的大金鱼。想多了，我没钱。没给你准备礼物，可能不能跑快点？别催！哎，你拿着手机，我帮你拍。拍好看点啊！好。哎呀，赶紧赶紧，走走走！我教你的动作呢。我教你的动作，踢上去，腿踢上去。我教你的动作。我今天准备这小车，怎么样？太幼稚了。那你的呢？你的拿出来呀。哎。就早点来，正好等你们。你从哪条带来了？挺好玩的，配火锅肯定好吃。咱们今天都放开了吃啊！谢谢你们赶过来啊！蛋糕来喽！呀，你们都回来了！回来了！哎呀，行。沈娟，咱们家可好久没这么多人了，咱得好好庆祝一下哈！跟你们年轻人在一起，大舅都觉得年轻。舅，你又不老，你说这话，我就喜欢你这张嘴。坐坐坐啊，坐。沈娟，同学们来给你过生日，啊，长大，大舅为你高兴。大舅，我知道你说啥啊。咱们今天呢，就好好的给沈娟过这个18岁的生日啊！开吃。哎，那东西菜还没洗，菜还没洗呢。来来来，给我，我来洗。那我帮你啊，行行行，你来来来来，我去洗。我跟你洗，我跟你洗。行行行啊。你要吃什么药啊？麻酱。哎，大舅还有话要说呢。啊，该说的也都说了，那咱们就祝沈娟生日快乐，来，干杯！生日快乐！